精致妩媚的脸蛋，娇小却凹凸有致的身材，让台球选手潘晓婷成为无数球迷的女神。作为中国女子花式台球第一人，潘晓婷收获了不少世界级荣誉，至今一共获得了10个九球世界冠军。虽然身高只有1.6米，但潘晓婷的三围非常优秀，分别为93、64、92，前凸后翘。若她穿上紧身的职业装或者旗袍打台球，那无疑是台球赛场上最美的风景。潘晓婷赛场上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观众的眼睛。某次比赛，潘晓婷大力开球，手臂发力带动全身，上身涌动的瞬间被现场的摄像机拍了下来。高清镜头下，女神的细微表情也显露无遗，她似乎对这次发球不太满意。为了取悦观众，当时现场的导播还对画面进行了特写慢放处理。毫无疑问，潘晓婷就是整场比赛最大的看点。比如当年她的大球碰小球事件，至今还被不少球迷讨论。女子台球比赛美女云集，而潘晓婷除了颜值高，关键实力还很强，难怪那么受欢迎。潘晓婷至今仍然单身，也不知道未来哪个男人能够将这位台球女神娶回家。那么对于潘晓婷这位台球女神，你有什么评价？